賣曬咯嚇！唔係啊，即係咁啦，你哋咧依家俾點訂先，聽日留翻俾你哋，咁好唔好啊？你個傻啦！喂喂喂，大哥大哥，喂啊，係咪咁都唔信？我哋啲糯米雞咧真係賣得好火爆啊！一傳埋，雖然由聽日開始咧，我哋進行訂單式銷售啦。嚇哇，仲要佢哋輪走啊！哇，咁多紙傳到邊度集裝啊？誒，一大保護啦，有冇基金啊？有有有有，我哋做啊！指我哋噶，救命啊！衙門啲人唔捉賊做賊啦，家仔。搶錢啊！收石，收石，即刻收石！西蒙，上下九，而家你涉嫌与一单命案有关，而家唔系事边嚟讲，你所讲一切将会成为正堂正供，呢个拘捕令，嚟，今晚，得啦，放心，放心，升堂。苦主唔好咁悲伤，喺公堂上边有本官同埋皇帝御封嘅极品正衰公喺度，你放心，我哋一定会为你伸张正义嘅。大人，我家老爷佢咧好中意食嗰只奥运金牌嘅真正有鸡嘅糯米鸡噶，但系点知佢食咗之后就俾嚿鸡骨咬死咗啦。真系惨绝人寰，人间悲剧啊！五三四，将上下九捉起嚟。冤枉啊！冇大人，正话听府主讲，佢家老爷喺食糯米鸡嘅时候，俾鸡骨啃死咗，而唔系俾卖糯米鸡嘅人阿九所害死嘅。请问，如果你去街市买鸡，翻嚟俾鸡骨啃死咗，唔通你去街市捉卖鸡嘅人咩啊？系咯，佢自己唔小心啫嘛，关人哋咩事？两位唔使咁怒气，本官办案一向都系公正严明嘅。死者的确系食咗奥运金牌糯米鸡嘅时候啃死嘅，而事前佢哋冇向消费者讲明食糯米鸡嘅时候要注鸡骨。啊武大人，我哋办案咧要讲证据噶，单凭府主嘅一句说话就断定死者系俾鸡骨啃死嘅，我哋系咪有啲武断呢？假蒲头果然系知落丽人啦，人哋告得你假家，梗系有充足证据啦。全五座，全五座，参见大人。五座，你向大家讲，到底死者是点死的？回禀大人，死者是窒息而死的，而引起窒息的原因是被喉咙的鸡骨啃亲。大人明察了，我家老爷临死前吃那只糯米鸡有奥运金牌的标志的。大人，在下验明了，死者口里的糯米和证物上面的糯米鸡的糯米是一样的。好，现在证据确凿了。假捕头，因经营不当导致他人死亡，该当何罪呢？充军边疆。充军咁湿碎啊！好彩系死一个人咋？如果死死几大，咁你假家一个走唔甩个阴公。假公，咁本官唯有按六例办事啦。五三五四，做唔做嘢？回来啊！呢度系公堂审案时间啊，唔系真情告白啊！放尊重啲嚟，唔该。公堂嚟噶，大人，呢件命案同奥运金牌糯米鸡系一啲拉楞都冇嘅。周文，奥运金牌糯米鸡里边系冇鸡嘅。吓、啊！嘿，又似你死狗啦，死鸡餐饭该系嘛？你咁样讲，即系话我啲正马郎嘢啦。嗱。你的证物咧，系唔系奥运金牌糯米鸡咧？我唔知道，但系奥运金牌糯米鸡里边冇鸡，我可以用人头嚟担保，因为我上下九每一只包嘅时候都唔会摆鸡入去噶。好，好，西门口，我谂你而家好想讲嘢噶啦，而家由你讲，你哋一个奥运金牌糯米鸡嘅广告词系点写噶？内容如下。哦玩金牌，真正有计的糯米鸡，你一定中意食。各位听到啦，系嘛？奥
運金牌糯米雞，一個真正有雞的糯米雞啊！假公，你冇聽錯啊嘛？冇大人，廣告嚟啫，你唔俾佢，真係冇雞嘅咩嚇？啊！最多咪话广告吹水啫，你都唔能够话糯米鸡害人噶。系啊系啊，广告嚟啫，广告梗系吹水噶。咁都有啲道理嘅。武大人，我觉得呢单案证据不足，要重新取证。系系应该重新取证嘅吓。嗱，你都知道本官一向都铁面无私噶嘛。好，你次就俾面你老豆假公。假公，我俾日时间你。明日正午你要拿证据证明糯米鸡是没有鸡的，那我就放过你，如果不是又怪本官无情啊。退堂，早有所讲了嘛，上阵是兄弟兵，你们应该现在同甘共苦共患难。是啦，小西，这几天呢我找不到人做证，大家的心都啰啰乱，你不要挂狗了。嗰啲求神拜佛都希望揾到一隻冇雞嘅糯米雞啦，如果唔係莫講兄弟兵啦，冚家丁都有啊！唉，有雞啊！小星啊，你記唔記得咧？尋日賣糯米雞時咪剩低一隻板嘅，當時我仲揸住佢做廣告。啊，啲糯米雞，一隻真正有機的糯米雞。大哭啊！我死嚟啦！嗰只糯米鸡仲摆喺案台嗰度啊！我哋有糯米鸡啦！我哋今次冇死啊！大口，我哋唔使俾充军啊！相公，只糯米鸡真系冇鸡噶，你唔使充军啦！真系冇鸡噶，唔使等听日升堂啦，即刻揾武德文走！哎呀，爹啊！而家证据都有啦，仲行咩啫？嗱，临去揾武德文啦！是就是啫，而家狗呢就甩烂啦，之但系小西佢哋有罪嘅啦嘛，吓、啊，系喎，糯米鸡冇鸡，咁我咪即系做虚假广告，你嘅罪唔即系甩咗落我度，我啊应该早就谂到。冇得份呢，佢呢次呢就想害我哋贾家。嗰、那个冇得份呢分明係公报私仇啦。阿爹呀，你正衰公嚟㗎嘛，使乜射佢啫，一於同佢抢过。係呀係呀，外父啊，你正衰公嚟㗎嘛，你睇下你喺公堂嗰度啊，佢都挟你啦，一於都同佢抢过。掹佢啲毛，掹佢出血。好啊，我哋呢一云呢被人捉住个把柄㗎嘛。我虽然正衰公啫，之但都要讲法律㗎嘛。看来这一幕呢我都没计的了、啊、大口啊，糯米鸡里面真的没鸡啊，看来这次都要牺牲你了。你个无赖啊，这样的说话说得出的、啊、这只糯米鸡你自己偷工减料没放鸡下去，叫我帮你做广告又不单声，摆明就是先我。哎呀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说的，每人做事自己梗系夹清楚啦，那你入晒我数咯。再讲啦，呢个糯米鸡咧有鸡，我要充军噶。如果冇鸡，我梗要坐监咯。唔好嘈啦，哎呀，唔好嘈啊。始终有一个系要有罪嘅，呢一铺咧，我同你两个做个决断。会胜利者西门口，老布跟咗我好多年啦，今次去充军，老布带佢都冇用，地方都系做苦力嘅。啊，留翻俾大口都好喎，因为大口搞研究搞发明咧，呢个老布都用得着嘅。
亮公啊，睇怕今次咧都冇人救到我哋噶咯。嗰、那个冇得瞓咧，唔知道会将我哋发配去边度咧？如果我翻唔到嚟嘅，你就揾个人。乜都唔好讲啦，记唔记得咩眼嗰首诗啊？年后再一起，应该不怕旁人不服气。团圆或者再晚也过十年，仍然未舍弃。换个时代再一起，等荆棘半途全枯死。这战士很悠长，亦决心打到尾。等得起，如果是我认罪，等就坐三年；如果是狗认罪，就是两公婆一世的。更关键的是，阿狗还未生得出仔。好，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我不入监狱，谁入监狱？好再送啊，翻去咧个西门口。细细个就死咗老豆老母噶啦，喺我孤苦伶仃嗰阵时咧，系你哋收留咗我，你哋就系我喺世界上最亲嘅亲人。今次就当我帮你哋做啲事啦。大口，大口，细。本来我仲有好多嘢想讲嘅，但系家下一时间又讲唔出啦。为咗亲情，你能够牺牲自己，你系我个好女婿。唉，唔好喊啦，喊到妆溶晒啦。哎呀，男人老狗好肉麻，你知道欠我就好了，你记得答应过我的事一定要做到啊。是什么事啊？你答应过我啊，要帮我买一条名牌的冷底裤和长筒网状真丝袜的，要高到这里的，我不记得啊。时候不早了，我进去了。你话我唔等啦，反正以后坐监嗰阵时同佢朝夕相对，早啲翻去啦！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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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西门口，得你一个人嘅咩？其他人咧？唉，唔好废话啦，听清楚啊！奥运金牌糯米鸡里边系冇鸡嘅，系我一个人。做虛假廣告，探我。西門口入咗去，我呢個時候好想為西門口做啲事。娘子，我想問你一句，喺你心入邊頂天立地嘅男人係點噶？宋公，你乜都唔使講啦。你做咩嘢都支持你嘅。咁我入去啦。先将西门口收监，杀日重手。冇声啲啊，打烂赔死你啊！哎呀，唔同。睇住，武大人。好似唔啱律例嘅程序喎，就算犯人认罪啊，你都应该依例审一审佢反至得噶。好，我又巡嚟检查一下证物。吴四，系检查证物，唔使啦，武大人。你又似嚟上狗，私闯公堂，干斗何罪？我都要充军啦，救晒大罪咧，都唔知再加埋你呢条咧。如果是糯米鸡啃死人，入我上下九数咯。阿武大人，
上下狗咧食得咸虾多，加阵傻傻地，我同佢做下思想工作吓。阿狗你黐一线啊！讲明系我顶噶嘛，你顶你有得傻嘅你都。大口啊，一世人两口襟，你咁样娶到行咧，我好感动啊！但我做到一个真真正嘅男人，呢件事我一人做死人当，唔关你事噶。大人唔关佢事噶，入我数啊！黐线，系我错，系我有罪，唔关佢事噶，唔关佢事噶，系我错。狗姐夫话糯米鸡里边冇鸡，你个死者又被鸡骨啃死噶喎，唔通狗姐夫讲大话？连佢都唔敢啊！喂，咩咁迟啊？佢两个点解佢一齐嘅？唔通同案情有关？今次又唔该晒啊！佢有冇同我讲啊？系啊！我哋俾人跟踪啊！有啲我走先，走先，咪走！阿假斧头，乜系你啊？你两个识噶？我嚟多谢佢肯为我家老爷出嚟作证啫。好，等我行下先。五座，我哋而家有足够嘅证据证明奥运金牌糯米鸡里边系冇鸡嘅，咁即系话个死者系冇可能俾鸡骨啃死嘅。五座，你最好老实交代，如果唔系，你好大镬。唔关我事噶咋，我只系负责验尸，咁我验到死者系俾骨啃死噶嘛？头先你俾咗咩佢？冇嘢，真系冇嘢。冇嘢？唔通你哋两个有奸情？你杀死咗佢丈夫之后嫁祸俾上下狗？哇！你唔好屈我杀人喎，我同佢真系冇嘢噶，佢不过俾咗。你死啦！乜都讲晒出嚟。其实本官咧想放过你哋其中一个人，谂唔到你两个一齐认罪，咁就皆大欢喜啦！两个一齐偷，一个尖谋，一个从犯，五三五四，两个一齐杀狗。系，咪住，执，行快啲，唔系，快啲。假斧头，咩事呢？武大人，糯米鸡命案有新发现啊！大人要命啊！是他俾钱我，叫我做假口供，我才至咁做嘅啫。大人要命啊！假斧头，范夫人仲认罪？其实我家老爷是病死的，我谂住趁机敲翻笔，咪夹埋佢一齐咯。其实奥运金牌啲糯米鸡里边咧，根本就冇鸡嘅。嗱，武大人，你听到啦，我哋糯米鸡里边根本冇鸡噶，系佢污蔑我咋？唔系，冇可能，糯米鸡里边冇可能冇鸡嘅。总之呢个糯米鸡里边，黐有鸡字嘅嘢，都系有鸡嘅糯米鸡。范夫人，你讲糯米鸡里边有冇鸡？冇啊，真系冇啊！冇啊，真系冇啊，冇啊，真系冇啊，冇啊！冇鸡啊！嗱，听到啦，唔使高兴得咁早。各位，虽然呢个范夫人告上下狗糯米鸡啃死人系诬告，但系西门口做虚假广告系事实，有罪。五三五四，做西门口收监。上下狗，家阵我入去啊，唔系坐头等舱噶，咁开心。咪住，武大人，奥运金牌糯米鸡里边系有鸡嘅。上下狗唔使死鸡撑饭盖啊！啱先你听到啦，范夫人话糯米鸡里边系冇鸡嘅。冇错，佢讲得一啲都冇错。奥运金牌糯米鸡里边系冇角多角多嗰啲鸡，但系佢里边有斋烧鸡，所以佢唔系做虚假广告。斋烧鸡边系鸡啊？喂，武大人，公堂之上咁多人听到，你头先讲过，只要糯米鸡里边有一样嘢涉及到有个鸡字，都是有鸡的糯米鸡，你是不是这样说的？大人，你真的是这样说过的？是
人啊！大口，喂，你冇死啦，未得啦！今次真系喂鸡死，喂鸡亡，喂鸡差啲坐牢房啊！